死者为成年男性，他被冻在了冰里有段时间了，死亡时间呢也不好确定。疑点重重的冰下雪隘，又是这个地方。凶手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。他抽丝剥茧，尸死追迹。一种汞类化合物，是在死者胃里发现的。凶手对当地的环境非常了解，而且一直在引导我们。梁家辉、佟大伟、朱冬雨，搭上你女儿的命值吗？我恨你。 冰河追凶，未来电影台为您揭露真相。